如你，哒哒哒哒哒，就这里呀、啊。一般的委托就只有两个。对，还有这里对吗？这里要盖经纪人。如你，如你，反正你就记得，这个签字就是五个，签五个 V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家的比较简单。五个地方。我们家。然后这个打勾，免三日。整月期，你都敢高啊嘞？没关系，这样可以了。我弄下免三月三日整月期。OK， 一个一千、两千、三千、四千、五千，安尼对啊。那到时候要补吗？无啊，店长拢甲你查嘞啊。对，要个等。噔滴噔滴滴滴噔噔，赶快上架！我最喜欢上架，然后对，就是。当然的，来讲介绍哦，爽。会有几处？价格谈好了，通常是四趴了啊，但是价格谈好了再说吧。好，所以我没有特别跟你讲那个，因为这个有意向空间了。总而言之，心里讲我心开要紧，无心讲规划规划都无效，反正假的拢是。我没有那个。噔噔噔，西捕头透天，呐呐呐呐呐，透天西捕头透天是190，西三路，你好。总共是为你当的，这讲个型号。对，所以我做型嘿，大概都有几摊。我带他去看一下。先来看。相机看吗？要晚一点。晚一点，要晚一点才能去。当然要先去吉良那边。对。OK。事情还没就先给你。欢迎。晚一点去的話。前后啊，上架就对了。春天来翕来拍。我们自己去还是你要带我们去？都可以。那晚一点的话，要在几点比较好？基本上就热。精彩没有啊？
我吃饭了。哈。啊。可能无同，有人是食了，恁都爱困的。那你的行程几点有空？我先这先提来公司的哈，啊，过来就就会使啊。三点半。嘿，三点半。三点半。这里是真的。嘿。我跟你讲，用那个。吃的那个叫什么油？可可一个什么油？雅皮油。雅皮油。真的吗？哎呀，家里有两罐。我给你来用。我儿子哦，哎，下次去吃下火锅那边啦。啊。昨天是吃本来。啊，弄美货。可以，麻烦哈。哎呀，泡起来吗？不要。所以我不可以做家事。哎呀。你这个吃本。哎呀。红哥，我。哎，你知道我头发抹什么吗？抹什么？椰子油。哦。是啊。嗯，你比方说。哎呀。啊。真的。哎。椰子油。啊，你好，哎，给你，等下用。可以吃的。哎，给你用，给你用。什么椰子油这么好用啊？椰子油像仙丹一样。真的。我给你烧的。烧的来得补的。你咱讲叫做一般的人都放在啊啊什么什么。芦荟，不是啊，一般你抹的那个在超市也在卖，那个那那是保养的，啊，绵羊油，不是绵羊油，一般叫做那狗狗安尼啊，狗狗的面霜，什么霜，护手霜，不是护手霜，一是叫做维，那个维，哎啥，维他命 E， 不是，一是将个，哎，狗狗，啊，哎，擦的哦，伊安尼润滑，哎，保湿润滑，哎。保养品了，哎，叫椰子油，它是素的，它那个销路很大，很大，是，哎，连狗狗透明透明，关键哦，狗狗透明透明的，哇，你讲直接咱那是讲你伤口啊，你抹的那个呢，还抹，狗狗透明透明的，狗狗透明，芦荟就是伊个啊，芦荟不是，哎。伊伫迄个讲叫做啥个物件啦？它里面也有椰子油的成分。哦。椰子油冬天天气26度以下，它就会。哦，我知道。你想雪佛兰哦？不是雪佛兰啦，雅皮油啦。雅皮油。闻着可以吃的。哎。平常没有油也可以拿来煮。拿来煮。我家里有买椰子油，还有两罐。紧的，紧提来用，无你啊。阿姨，一。那个什么大我不管，哎，假胖，哎，对对对，管假大胖，假大胖那买五百几块呢。哇，你好，啊你好，来用过来试过来。8公升也可以，你都。也可以吃，可以抹，哎呀，哎，保湿保养秀有需要。哎呦，那个擦脸都可以。3:30我们约在这哈。啊？哎，3:30了。3:30好。好啊。好。OK。好啊。安尼好，好 ，OK， 对对对对，哎，哎，那，你的帽子，对不起，哎，不是，好，今来上架，好，有时间就较好哩，嘿。好，OK。OK， 去抹椰子油，等下去抹椰子油。我回家擦椰子油。嘿。你再围一下哦。对啊。去切个呀。好。行。椰子油。那嘛穿长袖的，这拍了到地都爱滴，晒的衣。来，请上车。啊，刚才他要给我的有一本没拿到。去贴。迷迭香，又进迷迭香。